Hello，大家好，这期我们请来了著名的说唱歌手很多男孩，然后他们这期要假装是那个。今天我装一个乞丐。对，一会儿、这个兄弟装一个。我演个保安。保安，然后一会儿会把我去年用过的那个乞丐服装，配给你。然后，但是他脱下来乞丐服装之后，就那种超级 bling bling， 就那种感觉，一个 MC 就是特别酷的那种，啊。就屌炸天的，然后他就会演那种保安嘛，欺负那种。你这干啥呢？滚！你干欺负你欺负谁呢？你欺负谁呢？不知道这个丐帮啊？错了，给我滚！啊，这个敬请期待啊 ！Let's fucking do it, shit！ 哟，人呢？行。你好，大哥，看一下最新款手机，各种款式都有，你看看。你搁这干啥呢？发传单。就为啥要搁这儿？领导安排在这里啊。你搁这儿发有啥用啊？关键那谁给工资谁说了算呢？这不发一下多少钱？问80块钱。不是发一个多少钱？发一个呀，我们这是按天儿来的。就是我是负责那个就是乞讨这个项目的，然后乞讨。对，就外面就全都整个和平区这个就是乞丐全归我管，是一个点就能挣80。就是上街要饭去呗。不是要饭，他这个属于打赏嘛，跟直播是一个道理。真的假的呀？不是，那走吧，去外面看一眼。听这会儿老板有事呢。什么老板？老板就出去一下。出去一下。对，给你那个。给你点钱，到时候给你100块钱，你出去一下。到没到我哥？就前面行吗？发单子呢？不是，没事。啊，这个不是你看，看见没？三好街这一块嘛，就然后这个是一个点儿，然后整个和平区都归我们管。这不是真瞎吗？不是真瞎，你该瞎的时候就瞎了。你可以就是这边可以把脚到时候绷上，就假装是没腿了，或者是就手这么背过去，假装没手啥的，都可以。那钱到时候怎么分啊？就先是保底3000块钱，然后分成就是要的钱分50%这种的。感觉不太像真的，你别逗我。不是逗你啊，人现在你如果可以的话，咱们上去签协议，我们总部就搁上面，丐帮总部。你一个挣多少钱呢？2000多块钱。你看你挣多少钱？你挣多少钱？一个月挣2万。看着没？2万。对呀、啊，这实际的，你看现在多少钱？他这包里，你起来一下，你看里面，看那个貂，看那链子，纯金的那个，钻石链子，这链子多少钱？这链子10万美金吗？几万美金合人民币多少？20万。看着，你干多长时间了？狠不？没干多长时间，干了1年。半年一年就这装备了？那要真这样，那我也干呢。行吗？那搁谁不干呢？咱先，你先这样的，你先在这趴着，现在先试验一下。现在就试验吗？我这工作还发单子还没发呢，我得先把这个干完呢。你这另外我先表现一下，你先试一下，试用一下，你先坐下，跪下。不行，那不行。把眼镜摘了。这是干啥？不行。那你干不干到底？不干了。差点就完事，差点就成功了。这一片就是我们这个区域。来，王静。对，你看这个是我们的乞丐嘛，搁这躲，搁这要的。你看那一天，要老钱了。你现在有什么才艺吗？就可以表。才艺。会拉二胡啊啥的。也没学过呀。嗯，我感觉你可以装那种就是。贼就是贼傻那种的，你的才艺就是可以是装犯傻嘛。对，那你这个工作你是不是感特别有兴趣吧？说到底，我这个工作没干过呀。不是，就是现在开始就怎么就精神病那种的。对。对，然后你拿棍儿的，哎，现在就感觉你都完全可以上岗了。你再学往上煮一下的，哎对，哎我戴上这墨黑，我操，真看不见了，我操，对，
就学傻子的。傻子，那个手给手。就是你随便，你自由发挥，看怎么的。这样行吗？行。假不假？还行，还可以。行，我感觉可以。要不你就试一下啊，就搁，要么你是按移动的模式来也行，就按你是移动那种摇盘。对，现在你就开始，就往前走。那我拿啥要啊？我这不就能要了呀？对，就现在这个装饭，这个盆儿给你了，这钱你揣好啊。这盆儿呢，就上面给它放两块，完了你就冲着往前，对，往前走吧。完了，今天就是挺累的。我照着，这，你感觉这可以不？行吧。没事，外边怪冷的，冻感冒了什么的。有那个，就是也有那个五险一金呐、什么的，保险医疗保险。试试倒行，你这边你们这个东西能不能警察给我逮了，或者是那个？这个我们都处理，就是包括整个一片的所有的纠纷拉啥、那咱能签个合同什么的？可以。可以，你先试用一下。你要从这块要到左边，你看能挣多少钱？完，我不跟你分成。我先试一下呗。对，你先试一下，往前走，往左边走，对，往前一直走啊。你看，这都是我家艺人。看，现在我们挺缺女的，这是男的嘛。现在我都不管他叫乞丐，就是艺人。你说挣多少钱？你就看这盘里，你看挣多少钱？一天你挣多少钱？一天3000。你看，真的假的呀？一个月23万。你现在挣多少钱一个月？我挣2000多。2000多是吧？他1000能挣回，他这个就是女生更好一点。你就搁这一蹲，然后就说那个100块钱借货回家，一天能挣3000，一点都不好意思搁这，我还怕遇见熟人呢。我跟你讲，你现在你要是你往那边，你看你如果是干的话，他现在这个区域其实人流量不是很大。你如果是干的话，在那块儿看着没，那块人贼多，就是那块你看人流量比这块大一些了。不是，你脸都涂黑，你想想啊，一天。那也不好意思。你这保安咋过来的？这后一点。不是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啥意思？哎呀，哎，罗哥，你干啥呢？啥意思？他搁这祈祷啊，我得管一下。这不我家艺人吗？啊，你家艺人呐、滚一边去、滚那！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，罗哥错了。哎、这大厦保安，这整个保安是保护他的，知道不？他不知道这是我这片的。要有别的保安过来呢，太危险了。一个女孩搁这块也太不安全了。有事了，我先走了。别，你再考虑一下。来试试。再尝试一下，考虑一下呗。女生现在缺女的，你就过去整一下。